的样板间，面积是73平，方公里哈。我们看一下里面都有些什么。首先我们进来这边是鞋柜，对，这是 built in 的哈，这个是鞋柜，然后这里可以放一些首饰品啊，还有装饰品都可以放。然后我的右手边这边呢是一个开放厨房啊，我们这边台面用的这些大理石都是有内线口的，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都是美国式的，这个是茶。然后呢，这边我们用的这些家电家具啊，都是啊意大利进口的，也是都是意大利进口的，就连这，对，可以看一下。嗯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摆放东西的，这边要这边放一点东西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然后这个是冰箱。这个呢是一个开放厨房，我们可以边做饭了，然后可以跟朋友在客厅里面跟朋友聊天。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客厅，我们的客厅净高是3米哈，所以非常高，是双面采光的啊，有落地窗。对，这个晚上可以看到曼谷的夜景，非常漂亮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这边呢是主卧，主卧这边面积也非常大。那时候我们这里都是精装修，都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哈，都有了床垫，什么都有了，都包在里面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话是这个衣柜，我们的衣柜也是比较特殊，因为这个是茶色的哈，对，就是很高级，我们用的材料也是非常好，都是进口的。来，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的洗手间。最关键的是什么？反正我们台面这里都是用那个意大利进口大理石做的，然后呢，这里也是可以摆放东西的。这里打开的话，这里可以放到，都是可以摆放空间的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的馒头，这个馒头是一个是10000人民币啊、哦，是好多的，很关键。好了，我们用的这些也都是进口的，这个是好多的，都是高级的。好了，往前走的话，前面呢，如果是右手边的话，会是我们共用洗手间。对，这个是共用洗手间。然后转来我们左手边的话，这边是个小房间 ，master room。对，可以看一下。小房间。也是落地窗啊，边境高也是3米的。OK， 好了，如果是喜欢的话，直接可以联系我们顶力哈，拜拜。